头里不舒服。头里不舒服。我又看到那个，又看到一个飞碟，在天上翻滚了。又看到一个飞碟在天上翻滚了。在天上翻滚了。又看到一个飞碟在天上翻滚了。你的形态不对。看到一个飞碟在天上翻滚了。一下子被顶了一下，或者如同我们现在生活中中的一个这种叠状的，它不像这个拉了一个线挂在梁上一会儿被什么胀了一下因为它还有底嘛，胀了一下的底面或者上层没有反光，上层反光不会反到我们眼睛的，但是我是相当于我是从它一样的高度看过去，我它稍微比我高一点点，所以我能看到上层面长出来的光这个小飞碟呢，是从属于来骑核物质的大飞碟当中的一部分大飞碟停在地上不动它是能活动的是属于这个群体的一部分。它怎么会顶出来呢？是膜从地下飞出来的，是胀了一下，就告诉我们状态现在的状态就是膜还没走完气核正在等待现在处于这个时机这个时间阶段。好知道了，再见。